我的怎么是清水面？你们的怎么又有鸡腿又有鸡蛋的？我没给您放。哎，为什么？我自私，我小气啊。妈，面好吃吗？不够吃还有，您多吃点。阿成，你看我给咱妈买的这件衣服怎么样？半半，我看这件衣服号有点小了，估计我穿不上，你再去换一件吧。妈，您误会了，这个衣服可不是买给您的，这是给我妈买的。那你顺便给我买一件不就行了？那可不行，我这人特别自私，特别小气，我可不会给自己婆婆买衣服。半，这暖气费没交吗？哦，您屋的我没交。哎，好啊，孟半半，我说今天这么冷，都是因为你。我现在被冻得这手脚冰凉，在家还得穿这么厚，你可倒好，在这儿清闲的泡起脚来了。你泡的这什么呀？整天买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哦，您说这个呀，这是精油足浴球。哎，这听起来是挺不错的，那让我也泡泡。正好缓解下我现在的手脚冰凉。那可不行，这是我给自己买的，您可不能用。哎，为什么呀？这暖气费不交也就算了，怎么连个足浴球我都用不得了？因为我自私，我小气呀。你能不能管管你媳妇儿啊？妈，这事儿怨不着半半吧？您是不是忘了生活费的事儿呀？生活费？我做饭、洗衣服，还要给他们看孩子、打扫卫生，操心这操心那。我是我们家最能干的。那你儿媳妇呢？半半，她什么也不干，这一年呀、也进不了一回厨房，这孩子也没抱过几回。人家的那媳妇儿啦，都还给婆婆交生活费，她倒好，还找我要，那是挺不好的。妈回来了，饭马上就做好了。对，我刚给您转了5000块钱生活费，你回头收一下。好。我这儿媳妇儿啊，是又自私又小气，人品啊是不行的。那就是我跟邻居说着玩的。妈，你糊涂啊！先不说半半一点家务没落下，这每个月的生活费可没断过吧？您在外面这么造谣他，他能给你好脸色吗？妈，这如果是我做过的事情，您尽可以到处传。可如果这是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您还到处乱说的话，那我可就把它变成真的了。